我们的阿妮可呢，全家出动哦，今天也是都来哈、哦，他的女儿哈、哦，他跟儿子，他的女儿来，杨佩玲、杨佩慈，我们请来我们双合院的哎大队长哈、哦，大队长来帮我们搬花，来，不是他没有来，来搬花。他年轻哦，他就很年轻啊，然后就参与这公益活动，这都是受父母的影响哈。讲到全家，那全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全家一起去好了。好，那这样你们全家五一起好了，要不要？来，宝宝，啊，这是善心家庭，我们给予他们掌声鼓励好吗？他每次出来办公活动是全家出来的哈。哇，真谢谢他们，感谢他们哦，哈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队长，好，现在再来是我们。